好，我们今天要玩老师在网络上面 po 给我们的一个小偷跟警察，是警察警察抓小偷的游戏。我们的老师啊，我的老师，对，你老师有传赖给我们说，我们来玩这个游戏，叫做警察抓小偷的游戏。那我们准备了粉红色的那个盖子跟蓝色盖子，这是我的，代表警察跟小偷。那我讲一下游戏规则哦。那小偷先放下去，警察就出现了。出现了，小偷就跑，警察就追他。那小偷可以跑，警察他就跑来这边继续追，追到什么状况？为什么不能到这里？如果警察就有小偷来这边，警察可以故意来这边，他可以骗他。来这边的时候，警察就会追他。如果有小偷一来这边，警察就可以直接抓他。所以一人一步，好吗？那如果走到这里咧，都可以哦。所以小偷都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格子，只有线的才可以走，对，这边空白不能走，都可以选任何一个格子。那为什么不能这边两个圆连？哦，这里你说两个连哦，我们先这个是最基本的盘。那我们先这样，如果两个连的话，会发生一件事情哦。哦，就是他在这边的话，对，他在旁边，他就可以直接抓，对，小偷就没办法跑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要有两个空位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可是草，如果用哒哒哒。对，警察就要抓小偷，好吧？那第一局就是谁要先当警察？哇，当小偷。好，他当小偷。那第二局就换颠倒哦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，不限时间，来玩一下，时间差不多了就换下一位咯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玩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开始。第一个是小偷是谁？哥哥。哥哥好，哥哥下棋，先下吧。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。好，换妹妹。好。好，那小偷先走第一步喽。我第一步要选这里。好，小警察往前。哦，噔噔噔噔啊！哈哈哈。怎样？哎，我要回档的啦！救命！哇，被抓到了，好快哦！好厉害哦！哎，你放的位置，他放刚刚好是那个位置。好，换你下一步，我们换下一局，换你当警察。为什么？没有，要交换啊！太快了吧！哎，没关系，换你动，滚哥，太快了，这是下棋的那个时间点的问题，没关系。嗯，这边不是不是，你要不能这样子。警察啦！我怎么抓到里面？抓警察啦！然后好，换妹妹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让他？你要抓他？不要这么快的抓他！抓他，没事，你要抓这边。耶！耶！换我当警察。好，换交换喽，妹妹赢，妹妹赢了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哦，现在来游戏都知道了哈、哦，妹妹先一人一步，妹妹先下棋。下棋。好，阿宽，你为什么要下这边？好吧，来换安滚。哦，安滚这方面，快跑快跑，换妹妹。快跑！安滚。那就快跑！我啊，死了！他中计，他可以往后跑啊！对啊，可以跑后，中计了。好，一比一，好，那交换，交换，哎，我又是小偷了。警察，和你们警察来，小偷，好，来在吗？我先下棋。然后第一个先下的是这第三局哦，换鬼哥。我打过你枪子。好，然后换个妹妹。嗯的。你要放旁边，好啊，滚哥跑步，快跑！噔噔噔，哎，不可以用这个，没有线，这个没有线。哦，对。好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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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好，要去抓哥哥了。哥哥不行，这边不行。哎，不行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啦。他中间哦，他中间没有线啊，你怕什么？这边就好。阿妹，啊，最后了。哎，哈，不能这样跳，他没有线。啊，对，不能这样跳。对，要走线。嗯，这好，那我就警察追，警察追。等位置抢走。好，那警察追。就这里。哦。嗯。警察追。嗯。小偷跑。等一下，我想要。小偷跑。这里。不能这样跳。啊！没有线。对。啊，这里。好，警察追。小偷跑。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选。小偷跑。地方。警察追。哦，就这里。好。那我就要这里，嗨嗨，喂，这里还没有线，还没有线啊，你死定了，哈，咋这边没有线，谁不能过来，哈，这里，啊，这里，好，这一块，这里，在这里，那我就这里，在窗台这边，那我就来一个这里，在这里，那我就来一个这里。
这一局玩的比较久。对。炸。好。进。最后一分钟。脚。不能这样跳，不能这样跳。他不能用飞的，他用跑的哦。是。下手。阿妹，你要抓他啦。犯错误了。对啊，这因为这跑久了又会有头晕，然后换那个交换啊，妹妹先2-1喽，2-1哦， okay. 我们玩五场，最多五场，四场结束就没了。OK， 好了，妹妹换你，妹妹换你先，你先下。好，按过来。我这个。妹妹输了。妹妹要被为难。妹妹输了，换你走。好吧，那我接来。下错了，这两排路，然后你到这边我就抓了，哈，好，哦，来，哦，2-2，来交换，他真的中计，对，真的，来，所以这里有一些诀窍了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最后一局，第五局，好，预备，哥哥是小偷，我是小明，妹妹是警察，来最后一局喽，我警察的终极位可以抢，好，他先抢走了。换妹妹，这边四面八方都可以。好，换哥哥，妹妹，换哥哥好。妹妹，等一下，不要从后面，妹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哈 ，Goodbye！ 哎，这边被挡住了。手哦，放了以后手就放掉了。好，放掉手，放掉。好，来再来，好，换哥哥。飞过去了，好，换妹妹。那就来这个，你就没法过来啊！这边，回来妹妹，这边，那我就来这个，那我就来，我算一下哦。好，手要放掉哦，哦，来快换哥哥。OK， 那我转这边。不能飞。好，换妹妹，一步一步。好，手放掉，换哥哥。那在这里。我总得先靠自己啦。耍小聪明，好，这边，不要像刚刚那样，太坏。这边没办法。不会，你可以用别的方式，不是一直追他，你也可以骗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欢迎哥哥，竟然，啊，就死路一条啊！没有啊，你还可以往这边跑啊。好，阿妹，我知道他打我哦，不会，他不会那样。哦，这一步就不一样哦。好，换哥哥。哦，我知道，不能选那边，要走这边。差一点被滚妹子哎呀，好聪明哦，这一步。被骗了，换哥哥碰。这一步很聪明呢，先故意把它吃掉。不行，故意推到后面去。好，哥哥妹妹吃，那好不好玩？都被他骗了啦！这个游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哎，警察跟小偷的游戏，这是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线上教学的游戏，他分享的哦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哈，那最后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